我想见一个人，可父皇不让我出宫，我又不知道怎么让他进来。你上次思春那个，原来你们在这儿。太子哥哥怎么来了？我前些日子命人打造了一对耳坠和金丝甲，给你拿了。金丝甲？这金丝甲是我送予楚小姐的。多谢太子好意，不过此物太贵重了，凡梦不能要。与你相比，什么都不算贵重。都3年了，太子哥哥还没放弃凡梦，气氛太微妙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太子哥哥，金丝甲我先替凡梦收下好不好？正好蝶儿有事求你。哦，什么事？还有你求我的份？云城和秦无伤比试那天，那个说云城必赢的那个人，太子哥哥可还记得？有点印象，怎么了？宫里太无聊了，我看那人似乎会些武功，不如把他找过来和阿难比试几次，让我见识见识高手过招。也好，就让他进宫陪陪你。谢谢太子哥哥。